严秘书，你给我你家钥匙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没地方住吗？就让你先暂住几天啊？不行，还给你。好歹我是公司老板，住秘书家，传出去了算怎么回事？没有实权，我总得有点尊严吧？那你要是被房东赶出去，只能睡大街喽。最近天气挺冷。我只住几天啊？Later， 严秘书，你家不错呀。怎么你来我家住一点表示都没有啊？哎，我这个经济状况你也明白的，就是你又说老板没有工资，那我怎么给你表示啊？哎，先欠着吧。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表示表示啊。严秘书，你什么事儿？你说了我再考虑考虑。等着。景浩，你虽然穷，但你是个有尊严的人，不能什么事都干，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。什么意思？我最近挺忙的，没时间洗衣服，你帮我洗了吧。洗衣服，这是大男人该干的事儿吗？而且我还是你上司。我给你发工资啊。发多少？哎，你就拿这个考验干部啊？80。哎，怎么还越来越少？你 CPU 啊？够了，不能再少了。哎，没想到洗衣服这么累，出一身汗。你干嘛呢？我擦个汗啊，这不刚给你洗完衣服吗？你待会别赖账啊。你用这个毛巾啊？用你个毛巾擦个汗怎么了？哎，不过该说不说，你用什么沐浴液，还挺香的。这个是擦脚的。啊！哎呀，我去拿个新的。我，严秘书，你找我。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我打你一晚上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哎，昨天晚上跟一个女网友见面，聊得太深入了，没注意看手机。那万一是工作有急事呢？我找不着你怎么办？什么工作大半夜吵？为了防止你以后影响工作，我跟一楼助理守则。不是，别犯一次罚500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。全文背诵，好好遵守吧你。啊 ？Later。找啥呢？我不是让你去机场接我妈吗？人呢？哦，去了呀，但是阿姨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后备箱跟后排都放满了，所以我只好把阿姨放那儿了。那不是还有副驾吗？你自己说的呀，助理守则第三条不能让其他女人坐副驾驶。他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，你放心，但是我没接啊。你为什么不接？那会儿我跟你打电话呢呀。助理守则第二条，跟严秘书打电话的时候只能你先挂，你又没挂那会儿。你是不是很拼啊？你现在赶紧去接他呀。哦哦，不对，要不你去接吧。现在有一个第五条，第八点之后我不能出门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规矩是死的，但人是活的。那不行，那规矩一旦打破了，很难再遵守了。我自己去接。哎呦，我在机场站2小时，这腿都快站断了，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啊？过来扶一下呀、啊！哎，助理守则第一条，不可以和其他女生有肢体接触的。这什么回事？又有什么规矩啊？啊妈，是这样子的，你听我不听你说，小浩，你告诉阿姨，是不是她又欺负你了？嘘。助理守则第四条，其他女生找自己搭话要拒绝。严厉，是不是又定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规矩啊？你这不欺负老实人吗？哎呀妈，我没有。小浩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再遵守他这些规矩了。真的吗，阿姨？而且这个规矩啊，由你来定。你说，我听着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可就……严秘书，这个是我的转正申请单，你看一下，就差你签字了。这么快？这哪里快，我都假扮你男朋友多少次了，你赶快签吧。哎，我突然觉得有点渴。我给你倒杯水。哎，我想喝奶茶。不对了，嘉宾哦。你给我等着。喏，奶茶。手有点疼，拿不了。你这样行了吧？这么多事儿。水喝多了，想上厕所。不是严秘书。是厕所，我总不能背你去吧？嗯，那倒不用，帮我穿个鞋呗。你不要太过分，严秘书。那我自己来。哎，later。现在可以签了吧？还差一点，我脖子有点酸。你腰酸不酸？有一点。你腿酸不酸？嗯。行，你跟我来。这还在公司不好。就适合你这种懒人，你才懒呢！这可是对你的考验，公司啊可是有正规程序的。那你现在考验完了吧？那你是不是该签字了？还
还有最后一道考核，很简单的，你等我一下啊，体验一下吧。严秘书，你小瞧我是吧？真是。嗯，果然我没看错人。那填完了。考核都结束了，你该签字了吧？行，签。哎，你这手印也没按呀？那你给我个印泥，我现在按。我这儿好像也没印泥啊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啊？手给我。不是你干嘛？不是，哎，不是你干嘛？我，哎，严秘书，那个能不能借我5000块钱啊？借钱干嘛？我想给别人过个生日，还差一点。借你钱可以啊，但是。你拿什么？哎，严秘书，我虽然穷，但是我这个人卖艺不卖身。谁稀罕呀？哎，多帮我做办公室家务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那个谁过生日？男的女的？哎，是个女的，你不认识？女的？啊？我不记得。不是，哎，你都当答应我了，怎么还能反悔呢？我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能不能再借我一台车啊？我想去接他。借你车可以啊，但是你要我跟你一起去。不是我给别人过生日，你跟我去算什么意思啊？你开我的车我不放心啊，万一出什么事儿呢？你要是不想借的话，随便你。那我，行吧，那你别后悔啊，你跟着去别后悔啊。绝对不后悔。Later。严秘书，那个能不能麻烦你坐后排？为什么？他吧，坐后排容易晕车，所以只能坐这个副驾驶。哼，浩总，看不出来啊。你这么体贴的，哎，是因为我了解他嘛，那就委屈你一下呗。啊，不是，你把座位调那么厚，我怎么坐呀？哎，主要是吧，他这个腿比较长，就跟你这个腿说了你也不明白啊。不是，哎，够，什么女人这么有魅力，你对她这么好？哎，真是，哎妈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待会我跟我秘书去接你啊，就这样。是你妈妈过生日。啊，对啊，你说好不反悔的。不是，对，我想起来我一个会没有看，我先回公司了，你自己去啊。不是，哎，对，学妹就这么整，你可太聪明了。上班时间聚在一起玩手机，一个个都没事做了是吧？哎，你跟我来一下。知道了，等我，待会回来找你玩。铁蒜，你给我捏下腿。不是，这还在上班呢，这不好吧？还有，你少喝那个冰的，对身体不好。要你管！你们刚刚在那嘀咕啥呢？我们也没啥。没啥。刚刚那个小王是你学妹吧？你们自己打的火热啊？哎呀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就是打了打游戏，我发誓啊。你们玩啥游戏啊？也带我一个呗。就是这个，但是你现在玩吧也晚了，你要不还是玩点别的吧，我那个先去忙工作了啊。哎喂 Later。 学妹你奶我一下。好好好，学长你好厉害呀，等会儿带我打高级副本好不好？没问题啊。好妈，你来我办公室。哎，你下次能不能别当着我学妹的面跟我这个态度啊，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？哟，你这是怪我舍了你面子呀。哎，那个，这个咱输给你这个事儿有点丢人，那个你看能不能就不要在办公室，就是。那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七夕了，长安幻想推出了一个姻缘系统，到时候跟谁配对你自己看着办。啊，理解，了解，你懂的，我懂的。还有，以后不许跟其他女孩子玩游戏，特别是你那个学妹。